这次啊，这次请不错。喂，吉哥，感冒好点了吗？老师在你家楼下了，来看看你。老师，谢谢你哦。赵哥，老师要来。装病，等一下我就告老师听。吉哥，你怎么样了？老师，吉哥他没有。没有吃饭是不是？来，吉哥，老师给你带了优利乐的纯天然猫罐头，里面除了水就是肉，啥也没加。生病就要多吃点有营养的，一餐一罐，记得按时吃哦。 老师，吉哥他没有。没有休息是不是？那这菜我们别打扰吉哥休息了，我们走吧。老师再见。感情了，朱老师，吓死我了。对了，吉哥，学习。我。哇塞，看来罐头还是有效的。老师下次再给你多带点。这也行。